这几年来政府投入的那个经费的将近9亿，所以他想想看，一个小小的一个入侵的植物的话，就造成我们这个经济上这么大的一个危害哈，这真的是影响真的是蛮大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别的地方，我们到台湾别的地方去玩，看到美丽的花花草草，随便带回来种，是这个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